啊进啊，龙家宝吉喽！基隆好玩的地方太多啦，我们来多摆位，龙家宝吉啦！在阿亮经典的台词声中，模仿两斤看己的 coser 穿着木屐牵着脚踏车冲进现场，象征乌龙派出所出国到基隆出任务。继七堵铁道公园后，连载40年日本知名漫画《乌龙派出所》再次在基隆展出，特别是这一次展出的地点正是由旧正滨派出所改建而成的正滨游客中心，非常有意思。两斤出差，第一次出国哈，就是到台湾到基隆。那我们这次把它移展到这个正滨派出所，等于是把乌龙派出所移到正滨派出所，所以特别的有意义哦。然后这个场所也是非常的符合。那所以而且这个地方又是我们这一个整个正滨色彩屋的一个观光廊带，本来观光客就非常的多。那现在我们的这个旅服中心还加上乌龙派出所的这个主题，我相信一定可以吸引更多人来使用这个服务中心，并且来这边拍照打卡，然后留下一个非常深刻的一个记忆跟回忆。来正滨搞乌龙，赞！随后，基隆市长林佑昌、基隆市政府观光及城市行销处长曾志文与两斤刊集、百鸟栗子及马里爱这三名人气 coser 一起开箱。除了在户外广场林立的乌龙派出所人气角色外，一楼重现龟友公园派出所办公场景，以及扭蛋、大头贴等周边纪念品；二楼则有各式乌龙派出所经典场景，以及以乌龙画风重新绘制的正滨渔港周边景点。用手机扫描 QR Code， 更可以在 AR 中听到阿亮原音重现，非常好玩。嘿嘿，基隆美食真是多，吉古拉小卷、米粉、营养三明治、点边座、绵绵冰、加够喝你美咖啡，品相众多，不及被宰被加过进来。我觉得这样，如果有因为喜欢乌龙派出所的游客来的话，可以更了解基隆在地的东西，这样对，真好玩。很好玩哦。那我们也邀请到这个声优来帮我们录制在地的这个风景的这样一个介绍，所以我想这次的展览是结合了乌龙派出所的特色跟在地正滨的这样的一个廊带，观光的廊带来做一个展览，做一个特展。很开心的看完笑完，从头笑到尾，是。角落则规划有休息区，提供乌龙派出所漫画，让民众重新体验翻阅漫画书的乐趣。还有基隆限定版祈福会码，邀请游客写上祈福话语，让愿望实现。啊，就是说到了乌龙派出所就不会搞乌龙。熟悉的动漫场景及主角群们，让抢先参观的学生们相当开心。而每个人喜爱的乌龙派出所人物都不一样。阿亮，为什么？我觉得他很搞笑。中川，因为他很有钱，都蛮喜欢的。中川，中川最帅，因为他很帅。我也是。中川，因为他很有钱又很帅。只是利用比较大家很熟悉的卡通，然后让大家多看看基隆的不同景色，蛮好的。这样。喜欢阿亮，因为阿亮很正向，对，而且他陪伴了我们家两代人的成长。就爸爸看，爸爸看完换儿子看。除了精彩的漫画展区，活动期间主办单位更推出结合正滨人气店家的正滨限定几张地图和解谜护照，民众完成指定条件即可换取限量纪念品。而在10月22及10月23两天，主办单位还将在户外广场举办朝向市集。我想借由这个特展，我们希望带动在地的观光的商机，所以我们也有跟这个 店家来做一个合作，有一个观光护照。那只要你在我们的店家消费集满了6张，就可以到我们的正滨游客中心，也就是旧的正滨派出所来换取跟正滨有关的精美的礼物。乌龙派出所正滨特展将持续到今年底，欢迎全国的粉丝们一起到正滨渔港来一趟欢乐搞笑的动漫小旅行。来正滨搞乌龙，成功！记者张启腾，基隆报道。